作为一名文旅建筑师，足迹曾踏遍大江南北，贵州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想念凯里的酸汤鱼、杨梅酒，又想泡一杯凤冈的白茶，玩一次石屏山木河的漂流，吃一盘刚从乌江捞出来的铁板大江团。贵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那么就跟着允飞的镜头看一下贵州的梯田究竟有多美。